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现在和我三叔准备去弄点老鼠，因为现在这边稻田已经熟了嘛，穗子已经黄了，然后老鼠就会下山偷这种东西吃。我们现在就是打算拿夹子去放点，山老鼠特别香的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老鼠弄了以后就直接把这个稻子就直接损坏了，挺可惜的，所以说我们放点老鼠，把这老鼠放了点，救一下这个稻田，放老鼠。老鼠已经在挖洞了。今天是专门买的那种田鼠夹，小的，没像那个玩那个那么大，很小的。老鼠的腿或者什么的呢，就比较它不是那种实心骨，就是容易断，所以说必须这种东西呢要那个活动一下，让它能够拖着跑，能够拽着跑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它也跑不远的，也会在这附近，最多要临时找一下。马蹄的头了，拿这个拿回去，在这边稍微围一下，让老鼠只能从这条路走，这是最好的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就是这样的，整体的第一个效果，让老鼠只能从这里走，然后踏上去就抓到了。好，现在去其他地方找，我们再搞点其他的，再把多放几只。老鼠实在太猖狂了，你这下面的谷子都被放倒了很多了。现在我和我三叔继续在找那个他的路，准备把他多搞几只去，不然这田就要不得了。老公这山上的田没多少收成，都被老鼠吃掉了。你看这老鼠把这个穗都直接全部拖走了，要为民除害，多搞他一点。这老鼠是可以吃的，我们第二个打算放在这边了。
这个位，啊，我们就想能看见位，啊，就大大的这个靠近了。他现在还装铁丝啊，一根装铁丝啊，他也很干净的很呀，他什么也穿了。那底下的那灯是什么弄的？刚刚在山上转了几圈，就只有发现那一个地方有老鼠的那个踪迹，其他地方发现有老鼠，但我们找不到它那个路径，所以说现在也打算回来了，找了两三个小时。今天放了5个夹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。好，期待明天有更好的收获吧。我是小李，湘西最有趣的高手视频尽在湘西野趣，欢迎大家关注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